谢谢谢谢说话说话、哎、说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、啊、谢谢自我介绍。哎，那个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，我叫孟鹤堂啊。这是我的搭档叫周九良、哎、大家好啊，谢谢哎，孟老师，嗯，你下去坐会儿吧。我干嘛？啊，补张票去。光乐不说话呀？我说话。我说什么呀？你这，你夸我啊、哦？要说周老师啊，真不错。到你了。到。啊，那嗨，哎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资格站在这个舞台上啊。也就我身旁啊站的是孟老师，是我才有幸来到这里。嗯，可以那么说，孟老师是全国最优秀的相声演员。谢谢谢谢。啊，要说周老师真不错，你孟老，你是不会别的词儿吗？说具体的事儿。具体的事儿。具体的事儿。有啊，具体的事儿啊。要说周老师啊，嗯，工作太敬业了。啊是啊，不迟到不早退，从来不要求早下班。我就是这个样子。前一段时间啊，周老师生病了，嗯，开刀，大手术，是刀口还没愈合呢啊，人家周老师要求带病坚持演出。嗯，有那么一回。哎呀，不要再提起了，必须得说这事儿，是吗？必须得说啊，在后台生着病，马上就要开始了啊。周老师这还输着液呢，周老师啊，还输着液呢，生病了吗？报幕员都报了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。您再看周老师，好演员是吗？真嚓就拔了，药瓶拿开了，哎，打开盖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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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给喝了，再来一瓶。对，别再来一瓶了。喝完之后，周老师站起身来往前就走，赶紧上场，刀口都挣开了。哎，嗯，一步一个红脚印啊，他在前面走，后边大夫给他现缝，你知道吗？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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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